呢。我感觉这样好锻炼身体啊！我每天背我老婆，真的好锻炼身体。很多的人，来吧，家人们，我要开始把我老婆给背上。你们都说我不是男人啊，我今天让你们瞧一瞧，我是真正的男人。我要把我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，我必须把我老婆给背起。他和姚明有关系，不然的话你们就会看不起我，对不对？觉得我不是男人。等一下你们又要在直播间骂我了。准备好没有啊？脖子，还有他吗？准备好没有，小凡？不是，他把我脖子给卡住了，家人们，他把我脖子给卡住了。来，你不要把我脖子卡住。你不用怕，因为本来你在。不要怕。来，家人们，对不准。不用怕。你后面不要下来哦哈。好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家人们，我开始了。牙。三。二一走！哎，不要站起来！哎呀，你不要站起来！他手比他老快大了。哎，好热。好热呀，家人们，好热！我背起来了，我不用发福袋了，好吧？你们说我背不起来的，背得起来的话，背得起来的话，你们。老婆，等一下，我和老婆是真正的爱情，我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啊。结婚证，我们没有结婚，要结婚，我们才二十几岁。我叫小月，身高1.5米，00后，来自四川。我的梦想是嫁到重庆。他的梦想是嫁到重庆。我的老婆，她的梦想是长到3米，我的天。我们彼此是看上了对面对方什么呀？我是看上你，看上我的善良了。我看上我老婆的善良，我老婆真的很温柔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婆说话很温柔？让你背我，我背你啊。要不你背我吧，你可以回一下他们的弹跑。我们可以回一下他们的弹幕。这是情侣，我把手机吃了。那你就得吃手机了。你吃得下去手机吗？啊，你吃得下去手机吗？你说儿豁，我们都证明他是不是我们重庆人都说儿豁呗。你敢说儿豁，我都敢让他们证明。来，家人们，我老婆背我，现在我老婆背我。来吧，我就是我们俩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，家人们，好吧，得到你们的祝福，谢谢你们。我看上我老婆的可爱，就是很温柔，她对父母也好，她对，然后我们父母我们。
我们他的父母也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的妈妈也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我二货啊，我二货，我直接抱到我老婆就一口啊！我直接抱到我老婆就一口。来吧，我老婆她来背我，我老婆背我。哎，我还是站在凳子上哟。我们搬个凳子，搬个凳子。亲一个。我站高一点。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要。等一下，背嘛，你工资高嘛。我老婆背不得起来我哟。不用，哪个人就随便摔你，夹起你后领子，随便摔了嘛。我们先背背了再说啊。你站在上面吧。啊，我。不用吧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蹲下来。背得起了，你直接躺在上面的话，你就回一下他们的弹幕。我回，不是我来回。哦，好凶，他们问什么你可以，你就是要背着我呀，要背着我。我们要开始了，来吧，二刷了，有二刷了。我们要开始了。哎呀，我爬好高哟！哎呀，好高呀！他有一米六的，不是太高了，我的天哪，这太高了，我都怕我有恐高症呀，我有恐高症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有恐高症，家人们。啊，我的天，绝对没有家庭矛盾。你的那个家庭矛盾的话被直接加起来，我操！我的家庭矛盾，我感觉我如果说有家庭矛盾的话，他那个一巴掌直接。比我脑壳还大，比我脑壳还大，比我脑壳还大。你不信，你来伸只手来，来伸只手，看跟我脑壳差不多大。等一下，他等一下直接把我脑壳扭下来，打到墙上扒拉扒拉起来。来吧来，他有一米六高。哎呀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喽。感谢你的名字。我们副本的话，我们就刷个小爱心就可以副本了啊。来吗？背得起来呀！想找粉丝的朋友们啊！我老婆平时都在背我。我们刷个小爱心，我们副下粉，好吧？老婆，你背我这，我转几圈。不是为了流量，来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？猪八戒背媳妇反过来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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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开始啊！我刷一个，我恐高，